西华人网，从了解巴西，从这开始，华人在海外的一些负面新闻不断出现。最近，有三名华人买一张商务舱机票轮流坐，这种自己只占便宜而不顾他人的行为，把老来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三人轮流坐，阿妹不久前从香港乘坐直飞多伦多的航班飞回加拿大，阿妹购买的是经济舱类，乘客中有三名华裔人士，两女一男，还带着一个小婴孩。阿妹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一对夫妇和丈夫的姐姐。登机后，丈夫及其姐姐就坐在靠近阿妹的经济舱座位，而妻子则带着小婴儿坐在商务舱的座位上。飞机起飞后，婴儿不时啼哭，只要婴儿一哭，妈妈就带着婴儿来到经济舱跟丈夫换位置，然后两姑嫂一起哄笑婴儿。当婴儿停止哭泣后，她再带着孩子回到商务舱。可过不了多久，孩子再哭，她再回来换座位，好了再回去，如此这般，三个成年人就来回不停地倒腾座位，一会儿你过去，一会儿她回来，来来回回之间还不停地讲话，商量着到底谁去坐商务舱。再加上孩子的哭闹，周围乘客都不堪其扰。几轮更替后，就有乘客开始向空姐投诉，你们这样大声交谈，多次换座位，实在是影响我们的休息。其实整个情况空姐都看在眼里，考虑到小婴儿需要照顾，空姐开始也没说什么，但他们如旁若无人般来来去去，实在很影响其他乘客。于是空姐上前和他们说明，这样轮换座位是不被允许的，如果一定要这样，另外的两人也需要补上商务舱的差价。三人最后商定，夫妇两人带着婴儿坐经济位，丈夫姐姐去了商务舱，婴儿不能坐商务舱。据悉，飞机上的座位有着不同的价格和等级，经济舱、商务舱和头等舱三种票价不同，舒适度也自然不一样。婴儿到底能不能坐商务舱呢？业内人士表示，能不能坐商务舱要看和婴儿同行的成年人的机票种类，成年人机票是商务舱就坐商务舱，是经济舱就只能坐经济舱，看孩子的票挂在哪个大人名下，大人是什么位置，孩子就跟着坐什么位置。此外，两人同行，一人买经济位机票，一人买商务位，大家可否轮流互换座位？业内人士表示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网民热议，对此有网民说，商务舱、头等舱座位当然不能共享，也不应该共享，头等舱、商务舱票价贵，多掏钱，不只是为了睡觉，而更重要的是买个环境，如果容忍共享，那很快这家航空公司商务舱的服务质量就会堕落成即使一样，以后还凭什么要乘客多掏钱。很多网民也议论纷纷，别说飞机上有什么规矩，别人都在休息，而且在天上颠簸走来走去的，打扰别人还不安全，你想也想得到这样不好，这些人价值观就是爱贪小便宜，不替别人考虑，没什么公德心。这个只是小 case， 上次那个瑞典撒泼的才厉害，订三人住宿，并且先在大堂混一晚，办到悄悄把媳妇带进来，大国出小人，这种事再正常不过。当年坐火车都是几个人买一张卧铺轮流睡，家人同事朋友都这么干过。也有网民说，对于小孩的哭闹，你是否知道同情心？有人回帖，我知道同情心，我还知道损人利己，这跟同情心没关系，要出门就别省钱，省钱就别出门，花了钱也要守规矩，觉得自己花了钱就可以当大爷影响其他人的就是没素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